喝啥呀？这情况怎么事？什么事？哎呦，我说老头啊，你吹气儿干啥呀？我不就买碗的时候多看了你一眼吗？你至于吗？什么玩意儿？是这个呢？不是，我们就这个顺嘴那么一说，没别的意思。你顺嘴一说，但说得准啊！放过马，好放过马呀！省不了他吗？后来我去嘛，完事去了以后，完这马我就过去，我就靠着弄完以后，那个马就再吵不了，他见我就吐。这说了半天不还是饲养员吗？我说这位弟弟啊。你刚才说一堆话，我没听清几个字儿。你这舌头有病啊？啊，这不是病，啊、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撸串烫的。你火万岁！哎呀妈呀，咋刚这注意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跟老范大哥说话你也生气啊？老范大哥，你让开，你让开。老范大哥可是个好人哈，拾金不昧。上次。我200块钱从楼上掉下来了，老范大哥都捡了，都还我了。我就拿那200块钱买的这件衣服。就这件情侣衫啊？谁跟你情侣衫啊？人家我这个是香蕉，你那个是大马猴子。大伙儿看看啊，大马猴子和香蕉是不是绝配啊？你拉倒吧，你那大马猴算啥呀？你今早我看老王那人生的大马猴子比你那还大呢，你们俩啥绝配？行，你刚才说谁还有这跟我这大还怎么的？老王，有哇！哎，嫂子，快点走！哎，老王！哎，你干什么你？我是老范。对对对，他是老范。哎呀，你有话说话，动啥手啊？我恍惚了，老王呢？不是你上我们家找啥老王啊？老王他不在这儿。那在哪儿？哪儿啊？一般这个时间，老王都在河边看钓鱼的。对。哎呀，哎呀，就是太吓人了。刚才不在这儿了，这又跟哪吒？谢谢老王，我给他定位了。老王啊！哎呀妈呀，这是咋的？完了完了完了！老范大哥，老王要遇难了。咋的了？我估计早上在大门口，老王跟我说话，让他看见了。完了，好完了。这事因我而起，我必须得管，别拦着我，我去看看，我去了啊！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你说说呀！哎，老伴儿啊，刚才是不是我把老王给卖了？你哪是把老王给卖了？你把老王给害了，老王是死定了！不能叫你欠主！哎呀，你说这个干啥呀？你说呀，老伴儿没事儿，咋没事啊？你看这大热看着凶，其实你看他刚才在大美跟前，他就是个小羊羔啊！他是小羊羔，嗯，我看他像个坐山雕。哎呦，老王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啥事吧？我那个有什么事儿？那，哎呀，真能装，没事放着门不走，跳窗户。就是啊，啊，我锻炼身体呀。盼爷盼咱家来了，不走寻常路，你不行吗？去，你给别装了，你。哎呀，谁今天早晨在小区大门口跟大美人说话了？没。此时此刻，是不是有一个彪形大汉在社区里对你进行围追堵截？老王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放心吧，在我们家里，我看谁敢碰你一手指头。哎呦老范，
你这个朋友没白交我呀，太不意思了。你看老米啊，你说我这个人啊，我都纳闷儿、我平常我神出鬼没的，你说谁知道我在河边干钓鱼的？哪个叛徒给我出卖了？我跟你说，我抓着个叛徒，我今天是不是你，老三？我能办那么不是人的事儿吗？